东北野史英雄传由御史皇家赞助播出。臭弟弟，那你在干啥呢？不是他干啥呢？他一动不动的。你拿个麦，你催一催。哎、你别说了，人搁那耍帅呢。哟，那还能有咱俩帅？那主要是我帅。扎金。不好，我似乎感觉到了一种惊人的热度，是小宇宙的能量不断的增加所引起的地表升温吗？还是旗舰内心所拥有的查克拉不断的复制所引起的宇宙共振呢？我现在感觉我的身后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。你查克拉吓我一跳，你啥玩意儿？姐姐呢？其实这衣食住行很像。你这菜单上的东西啊，再好吃，那也不是咱老百姓每天吃的美食，那不适合一日三餐。你看你父亲每天做那盒饭，虽然简单，那才是咱老百姓千百年来留下的味道，才是我们街头美食文化的真谛呀。这你肯定没吃过。这是什么手法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似曾相识的手法，能将吉亚润的筋膜全部摁开，使之通透，然后再下锅的时候，才能让鸡架浑身舒爽地发挥最大的口感。他在给鸡架蒸骨。好手法，将食盐均匀地涂抹在鸡架的表面，然后再配合超高的揉面技术，使调料迅速入味。这手法，莫非是？莫非旗舰这么快就学会了俺们丙帮的太极24式揉面法？你查克拉又吓我一跳。难道他这是要做只有干爹才能熟练掌控油温的炸鸡架？炸鸡架最难控制火候，油温60热，低温炸熟出锅，等到90热的时候再下锅复炸，这样才能鸡架色香味俱佳。这种感觉会让我想起。这温泉下锅的手法让我感觉到温暖通透，丝滑中带着丝丝的惬意。他怎么知道搅拌后放入芝麻酱？我已经用孜然掩盖得很好了。
好，现在比赛结束了，两位选手的作品都在这了，请各位开始品尝。这个麻花，看着是我就有食欲。我估计啊，这一根麻花我能喝一瓶。就冲这个麻花，我先干一个。这几个菜呀，色香味俱全，很有国际水平，特别是这个冰激凌，让我想起了我在铁岭电节得奖的那天晚上。还有那个鸡架，我看着那鸡架，我就想起了当年我在俄罗斯跟八个俄罗斯撞，跟他们一堆给他们全干倒了，就吃这几架，就冲了几架，我再干一个。这个麻花很有国际水准，一看小柔就在天津的小吃街混了很多年。爸呀，人家等你开场动画呢。你俩忘记你俩是什么身份了吧？评委，叭叭叭叭叭叭，一个劲说尝尝啊！再者说了，我要是能够着，我能不动筷吗？不好意思，老爸。夜市，人家等你开场动筷呢。你俩忘记你俩是什么身份了吧？评委，叭叭叭叭叭叭，一个劲说尝尝啊！再者说了，我要是能够着，我能不动筷吗？不好意思，老爸。从今以后，别再让我看到你，给我离开电话夜市，滚！爸，咋了呀？别说话！你要是再敢跟他联系，就断绝父女关系。水平啊，还是有点儿啊。你说你这咋整的呀？这，诸位，大饼，我请客。回去路上小心点儿，有时间回来把钱还了。叶王啊！老哥，我的钱就不用还了。哎，我还是觉得你长得没我帅。起见呢，以后我那配方就你知道就行了，别告诉别人了。你好，我想有点秘密。臭弟弟啊，姐想到了开始，可没想到结尾啊！大王，等等我！
哎呀，我干爹呀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这鸡架里呢是绝对不允许放榨菜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是违反了这条规定，都不可能被原谅。说点啥呢？祝福你。后会无期。讲两句，讲两句。鄙人不才，刚刚留学回来，就被大家推举成了中业王。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投票啊！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我要带大家做大做强。我想过了啊，咱们呐不应该拘泥于小小的夜市，是不是？这样，第一年。做公司，第三年并集团，第五年上市。好，厉害！张铁强，啊，这个我喊你的时候，你要喊到。张铁强，啊！我说，谁批准你走了？啊？谁批准的？我没批准。没人批准，你走什么玩意儿？我告诉你，你不尊重我，就是不尊重大家，不尊重大家投票的结果。那我回家调调料去，有毛病吗？你少给我顶嘴！一会儿啊，把你爹给我找来。夜市不打烊，一起喝光粮，带上光粮酒，一起去撸串。谁说咱英雄气短？只不过今天少干了一碗，来到夜市我兜兜转转，两串腰子补补身板。一男平站在街的中间，左右是铁签和竹签，我到底该选哪边？先上前面整点海鲜，每个老板都热情洋溢，张嘴闭嘴来了老弟，想要让我照顾生意，奇怪
过双拥你六两厨艺，太甜了这钱够的随意了，太咸了调料失去比例了，没权给我下回你得注意了，我就破例收你做个徒弟吧。街头饭菜香，快让我尝一尝江湖路